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当地时间9:16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寝室，我正在准备做一个psychology 的一个 quiz。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寝室吧，这是我的室友小赛，嗨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寝室，就寝室嘛，就一个衣柜，然后下面有鞋，然后两个书桌，就他一个我一个嘛。好，书桌有点乱了，就不要 care。然后这是我的床，然后有一个小猪佩奇，然后，我现在要来做我的这个 quiz。我觉得这个课非常不适合大一的新生上，因为它实在就是专业的词太多了，然后就是很要背的东西很多吧。反正就当时学校建议我 job， 我没有 job， 我固执的上了几节课，发现就不是很适合我，然后现在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换掉，然后。我们待会会有一个 suit mate 的一个 meeting， 对吧？就是跟另外两个室友商量一下 agreement 什么的。你这个姿势好丑啊！那有什么好一点的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我可不想被晒黑，我想瞎。And we want to know if we know this extra piece of information, how that change the probable non-smokers.Lab 7 is optional. However, that Monday there is lecture still. And so this quarter's a bit funny because the previous Monday is Veterans Day, so there's no school. Don't come here on that day.一个抽奖，然后就去全球都有好多活动，还免单，还什么各种礼物赠送，贼爽。抽多少呀？啊，抽多少呀？抽一个啊。一个。嗯。就中奖的那个。那也太爽了吧！我觉得。他是在微博说下半辈子可以不工作了。Thank you.
是下午2点多，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睡得有点晚，所以现在才刚到苹果总部。然后就是你看这里，就这个牌子看不出来是什么，但是你看上面这个旗子，它有一个 Apple 的一个旗子，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是当地时间凌晨1:22，然后我刚洗完头回来，现在要继续跟写作作业做斗争，就不多说了，写完就可以睡觉了。加油，快点！